这就是叠，这台车其实可以叠还蛮多东西对啊。的，但就是如果像是杆子啊或者这样会滚下去，有时候推斜坡的时候，但大致是还不错。如果有绑好的话，应该就你们都用什么绑啊？如果找太到，你们都用卡里卡里这样绑吗？还也是？可以啊，用绳子啊，都可以。如果怎么绑都绑不好，可能是我技术不好。我觉得卡里卡里算是比较方便。但我还没买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那我五号也许晚上可以啊，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。好，晚上什么时候？我不确定会不会在外面，要么晚一点，要么晚一点好了。对，就那晚一点好了。我真的不太确定我什么时候拍完，应该。好，那就晚一点。对，应该十点之后才会。哦，到这边。OK，OK，OK，没问题。如果早一点，我怕我不在家。好。我那天再跟你确认。OK，OK。谢啦。